我看在台北啦。我改一下名字，更新。哦，刷新。所以开始 live 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卡卡的。我先看看这个画面好，应该是好了。所以大家有看到东西了吗？我现在直播那边卡住了。我直播也没画面。反正就卡住啊，然后看得到他们自然会讲话、啊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我看到了。啊，有了。哦，大家有听得到声音吗？有声音太小或太大吗？可以回应一下吗？会很小声吗？嗯、Hello， 大家。Hello，Hello。啊啊！我那个画面刚好出来。你要不要听一下自己的那个声音？会不会太小或太大？啊，就听自己的声音很可怕、啊。对，我觉得我听自己的声音会发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这样很有点恶心，所以还是 no。你干嘛这样 ？no， 我会吓到。所以现在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各位爸爸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美子。不，你是阿静。我是美子，你还是阿静？好吧。大家早安，大家有觉得声音太小声或是太大声的话要跟我讲一下哦。呵呵，我这边听是刚刚好了。是刚刚好吗？刚刚好的话那就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就是实况模拟机甲，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。是延续上次的吗？对啊，延续上次，我不要重新玩了好不好？很累。重新玩嘛。你要玩那个就是他们说 一听到交传声就知道是你，可我很克制。好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先把我们上一次的模拟之家先玩完。那因为听说好像有第三种结局，就是黑猫结局。那对，就是你不要碰黑猫就好了。不要碰黑猫，那不就不能记录吗？对，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，你要很神奇的走位。好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它玩完好了。怎么，阿金他们已经觉得傲娇是你的本体了？天、好啦，因为就好啦，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。现在是在哪里？五楼。我们在九楼。酒是哪里？你好，上次我到哪里啊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放着喝一半的生姜茶。我可以帮你配音。贵安。擦掉是什么？应该是就是你知道的，就是擦大家身上贴擦擦之类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擦掉它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擦到它一定会死哎、欸。那我们看它死好了。擦掉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擦掉了，哇！真的擦掉了 ，A P P， 继续换了 A P P， 好了，我们去右边的房间好了。右边，你看看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有老爷，饶舌的话，饶舌的话，他们会唱 B box， 好巧。老舌的花，然后白色的花，白色的花又耶，继续啊，不要，继续啊，快点按微停，可以不要啊。好了，白色的花是这个庭院里最美丽的花，当雨水淋在花瓣上时，花会发出不可思议的光芒。是什么颜色、啊？就白色啊，啊不然嘞？好弱、哦。然后再是红色的草。知识渊博，但是他们总是会说谎，所以和他们对话的时候必须注意。这让我想到说谎村跟诚实村的故事。所以说谎村跟诚实村到底是？可是
我一直很好奇他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哎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描写人性的黑暗面。对啊，当你在路上，你要往城市村走，然后你在路上遇到说谎村的，你该问他我要往城市村还是往说谎村呢？嗯，我直接跟他讲说往说谎村。对啊，不然呢？好吧。因为这题目很奇怪，他答案多怂哦，每次都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。对啊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有人说有点小声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已经很尽力的把自己的声音拉到最大嘞。我觉得我的声音已经大到，说不定我室友会打我的程度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所以阿静，你看的时候会很小声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因为我怕坏了一个，所以我看一下。其实还好哎、欸。其实还好，那可能就请爸爸们先把声音拉高一下，声音调大一点吧。对，真的，等一下啊、喔，我这边做一下调整，这样应该是最克制的吧？因为我是因为真的跟你们抱歉，因为真的也不知道怎么，我听是真的觉得还好，我没有切最大声，我耳机戴起来切一半。好，没关系，继续。黄色的花，黄色的花虽然很可爱，但个性格相当糟糕。这种花的花粉，你干嘛笑？啊，不是很可爱，然后像个性相当糟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不是吗？就跟你一样傲娇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它的花粉既怎样？它的花粉既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，是很高级的药材。我有一个问题。嗨。啊，可以杀人，可以救人，所以咧，他到底是想要怎样？就，到底是活的健康的吃了会死掉吗？应该是有病的吃了会死掉吧？啊、有病的吃了会死掉，那吃个屁啊！他们虽然很美，但同时他们也喋喋不休，就把他们的特征记录在这里吧。够了。等一下，我去喝个水。然后这妹子不在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、欸。如果我这样讲话，你们会比较大声吗？这样讲话。嘿、hey, ，又回来了。嘿，又去个了又。好，继续。OK。被锁着。把药给我。它是指黄色花粉吧？打话。你有带着药吗？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被吐口水了。我记得这上次好像来过，还骂他没品。你不理我的声音。哈、啊，你是来听插花的方法吗？哦、oh, 耶、yeah, ，好哦。插花的三种方法中有一个是正确的插方法，所以请停止插花吧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请你不要插花。嗯，扯掉及拔出这两种方法之中有一个是正确的，拔出及折断这两方法全部都是正确的。再看一次。扯掉和拔出两种方法有一个是正确的，嗯，拔出及折断两个方法全部都是正确的，所以是拔出耶、yeah、不是折断吗？为什么要折断？哎、欸、好可爱的骨头，哎哎、欸、你又说要剪它、啊、就剪啊，所以你果然你不知道说拔出吗？可是我觉得是扯断哦，以我上过那快乐的逻辑学，不听记录吗？我以为你是渴了想喝茶，拔出吗？还是折断吧？帮、啊、我们猜拳，剪刀石头，石头剪刀，学我哪有啊？好，剪刀折断，好。
发出奇妙的声音之后，美丽的花朵死亡了。大概是这样子吧。哎，为什么会累的？哦，没事。年老的树木明明叫你让我安静一下的。Be quiet, OK？ 嗯，不对，我问法好像错误了，算了。Hello， 回来了。耶，乖。听见了，那孩子丑陋的声音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约好的东西给你吧。你有刚约好什么吗？没有啊，就是约好把花擦掉，他就给我东西啊。哦哦，你怎么可以做出那么恐怖的东西呢？没办法嘛，人造。哎，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剪过了哈，点不亮的灯，那干嘛放？灯点不亮。啊，那个门可以进去吗？那个？左上角的那个，左上角那个。哦，这好像是。这个我来过了，它是迷你小房间。一个女孩子过来玩了，金色的头发扎成三股辫，十分可爱的女孩子。她不就是说我吗？呵呵，她不在说我吗？怎么是你？诶、欸，那我是什么？你诶，嘿、欸，诶、欸，她刚刚在这里。哦，她的名字叫老式的木质长椅，还蛮冷的。我们应该擦眼。对。那个纸条上面写什么？纸条上面好像写的那是鸟的食物，绿色是鸟的食物吧？对啊，绿色是鸟的食物。好了，那要把好要把花给他吧，因为嗯，道具、啊，白色的灰，白色的花。有谁抓住了铁门？喂，把那个给我。好 ，give me give me， 白色的灰，不给。你要给他吐几次口水？好啊，就一定要给他就是了嘛，奇怪，莫名其妙。趁着铁门的空隙，把白灰色的粉末递了进去。有什么人伸着迅速的抢过粉末？怎么会这样？呢你继续啊。我黑的，黑的啥？你就他就当要是不黑的话，有。而且我嘞，我就没当死啊嘛，没当死，你没死为啥？死功啊！扣零七哦，说不定等下你的道具会有多吸管这种这个道具。鸟笼倒下来了，金属的门变松了。它里面有鸟吗？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飞了出去？对呀、啊，就在窃窃私语，他们在说秘密。嘘，哎，这一集的时候变有红红的，藏在黑暗之中。The dark。哎，可以，哎，这里可以开了，还是哦，一直都可以开。And then do， 这可以进去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水被头盖骨封印着。把手伸进去。哎，这有人咬你。然后头盖骨哎、欸，好吧，头盖骨。哎、欸，好讨厌了。他好像刚好这边有两个，你再过去一点是有四个洞。啊、哦，对啊，四个洞。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四个头盖骨？应该没有吧，才三个而已。好吧，那我们再晃晃吧。等一下乱放又死掉。会吗？这么恐怖？差不多这样吗？就是、老师，其实透过给你们讲。跟妹子玩的时候，我应该不会那么的惊恐。可是我跟我室友一起玩的时候呢，我大概叫了、很多次。再来是什么？嗯，再来是什么？白色的花瓣散落在地上，拿走。别走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开嘞。哦，有一个透明的鸟。等一下，14秒，14秒。13秒，快点！毒素正在蔓延，穿上没有颜色的鞋才能通过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不要去踩，不要去踩！没有，哎、欸，拿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要死了！不会啊，你不会这么容易死掉吧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恐怖。你没有鞋子，你干嘛？啊，毒！在他都快死了，为什么还可以毒死？
谁知道呢？你用台语念，赶紧快点。我想一下怎么念。伫咧一个所在有一个事变，台语怎么讲？一个，我不知道诶。一个，伊个国家已经无去啊。可是伊还未发生这个代志，不仅如此，因为个伊死个代志拢无发生。迄个阿兵哥虽然已经死啊，但是恁那个呀，损，损好，从丢丢。陈宝的台语怎么讲？哎，我唔知呢。阿废墟怎么讲？哎，得破烂。出花，进明。我哪样？倒手，倒手。我可以换一个。好了，正面、右边、左边、正面、右边、左边，头持续摆动着。好，结束。应该翻完了吧？你不要去踩那滩土哦。不会吧？你刚刚不是翻完了吗？拿走。头盖骨。对啊，四个。你看，所以头盖骨四个就是要去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刚刚什么？正面、左边、右边。是吗？不是吗？可是不然他干嘛要赌？哦、对啊，什么正面、右边、左边、正面、右边、左边、正面，是这样吗？正面、右边、左边、正面，正面、右边、左边。我先记录好了，不然等下就GG掉。GG。跑步。所以哪边是正面啊？我们可以先猜上面的是第一个是正面的，这个吗？正面，这个是正面。嗯，你不要骗我。不会啦。正面。正面左边右边。正面左边右边正面。所以哪边要放左边，哪边要放右边啊？靠感觉吧。那随便放啊。它正面有两次，就先放正面啊。所以这边也要放正面吗？这边我们再去看看。等下，可是正面、左边、右边，正面、左边、右边，那左边好了。然后正面、左边、右边，那这边放右边好了。右边。那上面就是最后一个正面那个。再回到正面。正面。耶、yeah。好，拉喽。该死嘞！哎、欸。哦。懂的。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你不觉得画面黑黑的吗？而且我突然觉得这好像跟熊熊，跟那个安妮的熊熊是一样的。安妮太大。对。这下要跑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跑慢一点吗？你是轻轨吗？等一下，你是轻轨，你怎么？快闪快闪！过头了。等一下，慢一点。快走快走，你哪有那么快？等一下，他没过门呢。没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他不是已经结束了？他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没有。真的，他跟轻轨不一样。我们错了。他不是已经结束了？他不是可以过门，他可以躲在里面再吓死你。我们再去看一次。真的吗？真的耶，他还在耶。他真的还在耶。好了，我不要理他了。房间的气死了。有蝌蚪耶。爸爸他死掉了。好不好意思。怎么害死他这样子。你要不要再按一次？我想看他会有不同的话。爸爸被一条蛇吃掉了。哎呦你吓死了。你被。都是你啦！你干嘛要跟他讲话啦？
很讨厌的你，被你杀死的。